如何用布织布做情侣锁挂件？漂亮的情侣锁挂件，精致的同时又不乏美观。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教大家如何用布织布做情侣锁挂件。你将需要蓝色、深粉色、白色、淡粉色布织布、剪刀、针、线、胶枪、棉絮、亮片、记号笔。第一步，按照画好的图形剪出两片蓝色长方形。和两片橄榄球形。将深粉色布织布剪出两片大星形。和两片粉色小星形。将白色布织布剪出两片白色的锁手用布。两片白色的钥匙用布。第二步，用针线缝合两片蓝色长方形的侧边。并在顶部和底部接拼橄榄球形。留口，塞入棉花，再缝合。第三步，粘合两片锁手用布。固定在顶部橄榄球形用布上。第四步，缝合两片深粉色心形。在底部留口。塞入棉花。
然后粘合两片白色钥匙用布。塞入心形底部开口处，并缝合固定。第五步，将粉色桃心固定在锁和钥匙正中间。并在两边用记号笔分别写上 S 和 H。然后在锁和钥匙周围固定好亮片，情侣锁挂件就完成了。你知道吗？意大利有一部电影，名字就叫《情侣》。